你是谁？跟观众他们讲，你是谁 ？Sit down. Sit. Sit down. Sit. Sit down. Sit down. 嗯。Okay. 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讲，你是谁？嗨，我是他的儿子，不，我是他的爸爸。Okay, 他是我的儿子。So, 我现在教他 hand hand down 跟 give me five, high five, 还有。睡觉，讲睡觉，然后我会问他，你有没有坏蛋？你有没有乱乱咬东西？有没有乱乱误人？误人啊，就是叫人。过来这里，过来，小乔。我这只很贪吃的，看到这个，看到这个紫薯，然后又看到这个鸡胸肉，风干，给它风干。Sit, hand, another hand, 不要 jump, sit, hand, another hand.Sit. 有没有这个？啊，有牙吗？有 bite 没有？有 bite 吗？啊，有 bite 吗？啊，有 bite 吗？你看又 bite 到这样子神样，有没有 bite？ 你讲。宝宝讲过什么？啊，宝宝讲过什么？你掰这个就是没有的，吃这个，吃两个了。No no， 不给了。然后我就问他嘛，你有没有咬这个？然后他就不要，就是讲不要出声的，所以就没有关系咯。所以就是讲没有关系咯。谁叫你咬？宝贝有叫你咬吗？啊，宝贝有叫你咬吗？怎么咬？不用钱买呗？啊？你的那个那搞东西给爷爷拆去哦？啊？是不是？啊？是不是爷爷？啊？不是爷爷的话就是妈妈哦，啊，哎，看我，你是不是永远不要吃零食是不是？啊，坏蛋，谁坏蛋？寝室有坏蛋吗？嗯，你有坏蛋吗？嗯，谁回来都侮辱人家，谁回来又侮辱人家，啊，人家啦，不是我们啦，人家回来又侮辱，啊，抓骂给人家看了，啊，是不是抓骂给人家看？作死呀，啊？啊，drama 给人家看，啊，给谁看？我问你，啊，你是不是要我 po 上去你的 IG 给人家看，是不是？不听话，还开嘴巴，还开。他其实我都教他很好了的，我就不知道他这么会傲的，你知道吗？
因为其实是讲啊，其实是真正的讲啊。其实我住的这个空洞啊是不可以养狗的，养动物的，狗啊猫啊不可以养，兔子啊刺猬啊 hamster 还 OK 一点的，这只嘞就不听话，啊给我讲几句他就不要理我了。就是这样子咯，就是这样子咯，乖，骂人家，追回来都这样，我天天都讲他不可以这样子，因为啊我怕人家投诉我。啊，给人家投诉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啊，给人家投诉怎么办？啊，他知道我要打他，然后我现在稍微一下就在那阵子，阵子看。给人家投诉怎么了？啊？人家拿去汤，人家拿去吃狗肉，你的事怎么办？我你，啊？天天傲人家，天天傲人家，啊？傲、哦、傲、哦？再问你，这个谁咬的？谁咬？谁？电话，滚！收到。是他凶，不是我凶 ，OK？ 不要啊！谁在骂他耳朵？怎么要冲娘妹？你的事啦，骂耳朵，你跟他骂啦，关我屁事啊！不要骂，养死他！再问你呢，啊？你不认识爷爷吗？你不认识妈妈呗？嗯，嗯，我就。可以拔断你的耳朵了，知道没有？不用吃了，我这个跟这个有别感情。OK， 你出去，你跟我现在跟我立刻回家。你们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啊 ，OK？ 我不要加了，不另外了。看到他，我真的吐血。我那天骂他，骂，哇，心脏，我心脏痛了，心脏痛两天了。
啊，流鼻血两天了、啊，是谁？啊，是谁？是谁害到我这样了？是你呀、啊，是你呀、啊，你这只狗啊，你呀、啊。你在摇啊，你在呜啊，不要以为我没有那个 control， 我跟你讲，按三号键，我跟你讲，给你呜你，呜死你，对，谢谢。